你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里个回去家老虎的三楼的家，阳光是没有的，可是这景观可以啊，看到了，价格便宜，空调、空气净化器，这样的，像小仓库都一样的，衣柜、淋浴间、冰箱是个充了空间。loft 加1.2米的 loft，看到了吗？1.2米，然后加滚筒洗衣机、水池、电磁炉灶、密码锁这样进来，鞋柜一次性搞定的灯，看一下洗脸台、马桶、洗脚这样放里头洗脚架，我们上面去看，这样看，两个人会住的，在家两个人会住。下面看的，下面这里也是一个沙发，也可以床也两个人会睡，房子挺不错的。这个 loft 啊 loft，沙发放在这里也可以。下面去看吧。如果我放在沙发上的景观是这样出来的。拜拜。